正式认识过呢。那你想怎么认识？我叫殷果，我跟我弟是一届的，我们都是大四。我这学期没有课，我弟专业也是。我们来这边是因为他申请了这边的大学，所以想提前过来适应生活。我本科是在国内读的，毕业之后工作了两年，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就来了这里。在这边学的是传播 ，part time 三年，今年是最后一年。战胜对手的中国男人。